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，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方都将继续坚定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利，尽早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，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。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，中方也愿意为推动巴勒斯坦的内部和解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当前加沙地区的局势不可持续，无条件立即停火是国际共识，改善人道主义状况是当务之急，无辜平民的生命不应再继续受到伤害。中国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坚定站在一起，主持公道，伸张正义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、公正、持久的解决。